这边来看一下外府杨家这只占星师角色。首先这个画风看上去的话与第五有些格格不入，虽然说是求生者，但是这比例的话给人感觉更像是监管者。其次的话是单论该角色岩皮时装都可以媲美绝大多数皮肤了。此外该作者的话还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草稿，感觉这才应该是那个岩皮的品质。像杨家的话更像是限定金。然后该角色的手持物的话是手中的法杖以及一旁带有星座的剑肘。占星师的话可以利用法杖在两个物体之间放置一个屏障来阻碍监管者的追击，求生者的话可以自由在屏障中穿行。观星师的话最多可以累积两个屏障，放置方法的话有些类似于蜘蛛的蜘蛛丝，每一次屏障的话都相当于是卡了一次肥胖瘤。不过屏障的话比较灵活，可以放置在窗户或者被破坏的板区等狭窄的地方。但是相较于初代版本的祭司，这个技能的话似乎有些逊色一些。也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技能和祭司相比的话哪个更强呢？最后的话还有一个类似于监管者窥视者的功能，可以在场景中放置带有星座的剑轴，可以显示一定范围内的监管者位置。监管者的话可以将其破坏，一共有三次使用机会。大概技能的话就这些，感觉有些简单无脑，不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呢？好的，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